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道菜，这么厉害，太好吃。那我原先做的都是报废的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喝一下脸啊。咱们出去干啥去？端午节踏青是不是？不知道。端午节踏青？不清明？谁说的呀？对呀、啊，啥玩意儿啊？咱们属于今天干啥去？反正端午节早上咱不是踏青吗？不叫踏青吗？是啊，不知道。端午节不是啊？那干啥去？咱们呢？端午节溜达。溜达。啊。就是这个季节的味道。哎呀，你这吓人！厉害了。我怕这小黄条。嗯。伸缩姐，哎妈，这还要上树？你咋不上天呢，姑娘？对呀、啊。哎，这歌怎么唱来的？上来了。哎呀，那厉害。哎妈，衣服呀，姑娘。哎呀，还得上去啊。做瑞士手表啊！哎呀，小时候就是这么整。高。行，给爸爸来吧，那小围巾。行，你瞅这做呢，做饭的没扎我的衣服。来，给爸系上。好美丽啊！来，压，瞅着亮堂多了，哎。哎呀，好看多了！哎，朋友们好啊，早饭我们刚出市上桥边啊溜达一圈回来了，做一个辣子鸡，这个小鸡是二斤的小鸡儿，但是那天吃一半了啊，我老弟回来我们炒了一半了，给孩子留一半，这小鸡炒可好吃了，咱不能叫辣子鸡啊，不能叫辣子，绝对不是那个方法。那这是叫啥呀？你给起个名吧。叫辣炒鸡。辣炒鸡。一说辣子鸡，有朋友说这不正宗呢，但是饭店卖那个辣子鸡我还真不愿意吃，它那个是顾了面又过油的，不好吃。这也是剁成小块啊。块儿就匀乎点的大小，一会儿就下锅就炒熟了。好，挺好的 ，OK 啊，不少吧，比那天多也瞅着。嗯，你老说那天不是一勺盖吗？不是吗？哎，旁边做俩菜啊，再做一个茄子粥。很多朋友说这仔细看看咋做的，今天就好好拍一拍啊。四条最好啊，这个上盖锅可快可快的了，可好整了。这土豆要切小块啊，让它有一部分要烂，完之后有一部分呢还要成块，是最好的效果。家里的。啊，跟那姐夫给买回那个油罐吗？那个哪儿去了？跟那个东西。哎。哎呀，米好那油。油这油熟油。啊。土豆。哎。直接扔下里头。啊，直接下来了。来点水就完事儿。就这么简单。不用放点盐啥的。盐得放，出锅也可以放啊。你先这样出锅放盐做味精完事儿了。哎，给这些水盖盖就行了，三四分钟就好，开锅三四分钟啊。好，这个小那什么咱给它炒一下，蒸下去炒一炒。这这么简单呀？嗯，太简单了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是不是跟我妈不一样啊？你妈都是我教她的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我妈说她是自己瞎整，然后就不好吃。那你妈都承认自己是瞎整的，这也得搁点姜啊。哎，你妈刚才拔蒜了的，这儿，搁点蒜，哎，都切蒜片行了。不是辣子鸡啊！一说辣子鸡，有朋友说你这样不正宗，不行。啊，辣炒鸡。辣炒鸡，
就是一个小鸡儿，也是小紫鸡啊，二斤左右的。啥叫紫鸡？就小的啊，你看你养的也就不到俩月，小鸡儿一个多月，小三黄鸡儿特别嫩稠。对，那个里头可以放点香菜出锅，也可以放点那个辣椒段，但是我们他俩吃不了辣的。辣椒段不想吃，辣的不想吃。嗯，行。出锅的时候放了。出锅了。有没有甜口的呀？辣炒鸡。不是，对呀、啊，这里边它有点甜口。哎，嗯、你搁哪？搁那小黑锅炒。哪个？那个。那个、对底那锅。啊，锅底那炒。你要是不粘锅，炒不出来那味儿呢。不粘锅它。而且不粘锅，我怕划伤啊。对，它划伤，它不炒不出来那味儿，你必须让它锅的那个温度是。高能炒这个味儿，还嘎巴点儿，对，嘎巴点儿，嘎巴点儿，不粘锅它也不嘎巴儿。片儿先，片儿先放里啊，控干水分。这下锅炒啊。点儿锅那个侧面去，不行。这鸡肉就炒好了啊，基本上血水就炒没了。来，放先放点糖，这样的糖放两勺啊，两勺糖，再开炒。放糖之后多炒一会儿，把糖的焦香味儿给它炒出来。放酱油了啊，哎，放点酱油，酱油的焦香味儿给它炒出来啊。这个糖啊，先炒糖后炒酱油，这俩味儿融合一起，这小鸡特别有滋味。咱们放味精，放点味精，辣椒面都放里啊，要辣点辣点的。再炒，辣椒别炒糊了啊，这会儿可以关火了，咱们。啊，出锅。估计也好了啊，对，磨碎就行。这个下饭，绝对下饭，就这么个勺子给它怼碎。哇，水放多了。如果不多不了，如果没有高压锅，没有高压锅的话，那就那什么，就直接搁那锅多熬一会儿，多炖一会儿，能怼碎就行了。放适量的盐和味精啊。好，把这火点着，还得炖呢，包下芡。好，就行吗？行，再放里就完事儿了，下下味儿。哎，茄子粥，茄子酱，茄子呀呀呀呀呀，呀，正好，怎么着？心里有数。开饭了，朋友们，早饭！端午节快，端午节安康，不能说快乐。有朋友提，昨天提的，是吗？是啊，这个我也头回知道。网友力量是无穷的。吃吧，也不能叫辣子鸡哈，这么炒可好吃了啊，小鸡儿啊，辣炒鸡。新创的菜。又是刚杀的小鸡儿，新鲜的小鸡儿。好。那更好。这是纯下饭菜，这玩意就是不好吃。对。好烫啊。嗯。啊，适合吃凉饭啊！是，对，尝尝吧。哇，好吃啊！这样好吃，必须的。辣炒鸡。嗯，那天炒完，你老叔吃可香了。哎，这骨头嚼动了。嗯、鸡骨头我都嚼了，爪子我都嚼了。嗯碗太烫了，端不起来。那、哎，那个糕也放里了。嗯，我也是。适合很长时间的啃。嗯。
这玩意儿拿你们班级去，拿你们寝室去，这同学不得吃小吃哈，不得吃哭了，吃哭了，吃哭了。你我像你这么上你这么大上学，我就会做菜了。你就会做的可好了，我做那小干巴鱼咸菜到寝室，大家一人尝一个。有的同学下把再带点，自己焖的鱼，焖的那个小鱼挤干了，做小干巴鱼咸菜，搁那方便面口袋。原先那方便面口袋还是那个花崩。就那类的方便面口袋。你待会儿拜拜，怎么慢慢吃。拜拜，朋友们。拜拜。大肉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道菜。这么厉害？太好吃。那我原先做的都是报废了呗？不是那意思。你看今天吃的多香。你这下子，我寻思给你大姑他来一会儿留点儿，你这扯。奶一会儿再杀一个吧。啊？他到我来呀？来呀。啥时候来呀？一会儿来。没说呀。没说好，你不知道吗，姑娘？咱俩不接电话。我问我大姑，她说不来。咋不来呢？